今天来吃烤肉，日式烤肉。首先第一道菜是烤猪蹄儿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猪蹄儿还挎了个皮套。鹅肝寿司，鱼子沙拉。这是我们今天吃的肉，肉肉肉肉。Hello， 好几天不见了，没有想我。鹅肝寿司，这个我得上手，上手，这个、不好使。哇、哦，鹅肝外面是焦焦的，里面是软软的。然后还有一种那种香浓的非常浓郁的那种奶油的味道，还有一种果香的味道，特别棒。天妇罗，今天有幸跟大叔一起同框啊，要不要吃？哎，他的眼神正好看着我的天妇罗。口酥好脆。蘸料刚上来，我吃早了。尝尝加上蘸料是什么味道？我觉得这个蘸料没有刚才我蘸的那个自己瞎蘸的那个好吃。肉好了，卷一个苏子叶。我比较喜欢这个料。洋葱不错，绝配。炸鸡块，这个都特别精致。这个还有个柠檬，是不是要挤一下啊？是不是给它挤点汁儿啊？我试一下啊。以我吃货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说，做对了。这是什么？一块神秘的膏状物体。试一下啊。食物果然还是要碰撞。
西摩西。嗯，毒蛇。选了一个辣白菜在里边，嗯，加了辣白菜更好吃，嗯，这才是放假嘛，嗯，好大这块。嗯，好香啊！